尊敬的各位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这今天下午第二支香啊，念的就比第一支香啊就更好了。刚才定弘在静坐的时候啊，就感觉到我们这里的磁场啊特别的殊胜，就仿佛啊进入莲池海会，仿佛眼前呢，就见到西方三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我们这里啊，真的是变莲岛了，变莲池海会了。今天早上定弘抽空去为剃度恩师唱功上人送别送他老人家他要今天回香港，老人家非常的欢喜，跟我讲啊，说我们这个活动啊在澳门呢，可以说是300年一遇的。把赌城啊变成啊这个佛城。这是火中绽放莲花啊。所以非常感恩大家每一位参加到这次法会当中的善知识，也包括在网路上同步跟着一起共襄盛举的善知识们，你们能够转业力成为愿力。佛法讲一切是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当我们的心是贪嗔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人间的三恶道。我们贪心炽盛，那就是鬼道就变成鬼城了。假如我们嗔心炽盛，这个地方就变成人间地狱啊。假如我们愚痴心重糊里糊涂的不明事理，不信因果不信三宝，这个地方就是变成畜生道。那当我们把贪嗔痴的心转变了，转变成戒定慧，这个地方立刻就变成佛菩萨的道场。所以我们在此地一起学戒大家都手持八关斋戒我看我们的出家众也都是持戒非常的谨严。这么多的有3000位在这边持戒的戒子，而且一起念阿弥陀佛，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变成莲池海会。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佛光铸造的时候。无量寿经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啊，说道：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身，身逆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这经文上是讲，如果有众生啊，就像我们遇到了阿弥陀佛的光明啊，那怎么才能遇到光阿弥陀佛的佛光呢？当我们的心在念佛的时候，佛光就照到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光有十二种名号啊，其中有啊清净光啊，这个光照到我们身上，身心都清净啊，自然与界定会相应啊，也叫啊欢喜光啊。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心就欢喜，这个欢喜绝不是啊世间五欲六尘带来的那种啊刺激啊，而是从内心当中卸脱了烦恼而升起的法喜。这个光又叫智慧光，心地清净了，自然就升起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世间的世智变聪，而是能够啊看破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知道一切万法当起就是梦境啊。像《无量寿经》上说的，观法如画，三昧常寂。我们用般若的智慧去关照这个宇宙眼前的境界，就是一场梦啊。我们现在就在做梦，大家知道吗？啊，你说我觉得这不是梦啊，这很真实啊，这不定弘法师在上面讲经，我也听得很清楚啊。啊，我们参加这个法会呀，啊，你看现场那么庄严呐，啊，媒体有这么多的报道啊，啊，这不是都很真实吗？怎么是梦呢？佛告诉我们，这就是梦。啊，你晚上做梦的时候，啊，梦到参加一个大法会了，啊，清宫和尚给我们讲戒了，在这里念佛了。你也会觉得很真实，可是一觉醒来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不仅是醒来的时候是空啊，是梦啊，什么都没有啊，你在做梦的当下就是空空如也，那个境界就是假的，不是真的。佛教我们呢，要应作如是观，这一切的境界就是梦。你能不能听佛的话，承认这是梦？你要是不承认，佛也摇头啊，这孩子不听话。啊，佛教我们应作如是观。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啊入到空性的智慧，没证得这个智慧，但是我们要学着这么观啊，起码这么想啊，这就是随顺佛的教诲，想久了就入观行了。
啊，观行久了，就入相似位了，就证得清净位了，就证果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这么想，那就是名字位中，啊，名字位中的佛也了不起呀，啊，那么就这么学着观，啊，从内心深处来承认佛讲的不错，我们眼前就是梦境，这就是智慧，啊，这就是在念佛。然后遇到这个光明啊，般若智慧之光啊，那么提起这种智慧了，立刻你就得到解脱，烦恼尘劳立刻就不起来了。为什么呢？你把烦恼的境界当真了，它对你就有影响，就会发生作用。你知道啊，那是梦，就不执着了。所以圆觉经上讲啊，知幻即离，你知道它是幻梦，立刻就离开它，就是放下它啊。知幻就是看破啊，那么离幻就是放下，离幻即觉啊，放下就是觉悟。这就是佛光对我们的加持，令我们垢灭善生啊，垢就是烦恼，烦恼都灭了，善心善念都升起来了，我们的身意柔软啊，身心都变得调柔寂静。本来心事重重，忧虑重重，烦恼重重，来到这个法会现场，咦，好像都没有了。这就是佛光给你的加持啊！若在三途疾苦之处啊，啊，你在人间里头的恶鬼、地狱、畜生道，这是疾苦之处。现在啊，好像不觉得苦，但是苦因呢、啊、成就了，将来就有苦果啊。啊，那么我们这里啊，很多的那些不健康的啊，这些啊场所，嗯，那我们呢？不要去受它影响，不要去接触它，用我们的持戒，用我们的念佛来转变这个地方的业力。也令这里的众生一起沐浴在佛光之中，虽然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呢，佛光对他就有加持力。啊，假如他知道了，那就殊胜了，就是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啊，命中皆得解脱啊，不仅解脱三恶道，解脱十法界的束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如果有众生啊，啊，听闻到这种佛光的功德利益啊，威神功德啊，我们呢心生欢喜啊，就像大家都拼命鼓掌一样啊，心生欢喜，嗯，就是你们就是闻到这个光明的威神的功德啊，那么我们日夜称说。那我们称说不是老在这里讲啊，用念佛啊，念佛时就是光明铸造的时候。所以我们这句佛号从现在开始不要让它断掉，
啊，让它相续不断。啊，您用至诚的心来念，至信不断，都可以随意所愿得胜其果。其国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啊，那我们在座的在这里啊，好好的学戒念佛，天天等于跟佛法身在一起啊，虽然只是短短的六天的时间，但是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啊。无量寿经上讲的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那我们这里有六个一日一夜啊，所以大家的希望是很大很大的啊，要努力，千万不要啊啊，浪费时光啊，错过我们现在这么殊胜的因缘啊，三千人在共聚一堂持戒念佛，就像三千盏盏这个明灯啊，光光互照，每一个灯都在放出佛光啊，互相都在照耀，我们就沐浴在啊这种佛光之中。如果能够抓紧这样的一个机缘，好好的来念佛，那功夫就会成就的非常快。啊，所以就刚才讲到往生正因呢，啊，那么就要啊对阿弥陀佛，啊，对于名号的功德。啊，对于四十八大愿要了解啊，这部经无量寿经就是讲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啊，让我们能够啊明白啊，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啊，那么供养当中以法供养为最，而法供养第一是儒教修行供养啊，经中教导我们的，我们就认真的落实，老实听话正干啊，这样就是真供养。那么真供养就是发菩提心，就是表示你真心切愿求生净土啊。净土法门讲信愿持名啊，你真心切愿求生净土，就决定往生西方。灵峰偶一大师讲过精彩绝伦的两句话，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啊，只要你啊真正具足信愿，那你一定往生，纵然我佛号念得比较差，功夫不够，信愿具足乃至十念必定往生啊。当然如果持名功夫深，往生品位就高，那这个是持名的功夫要深，不是说持名功这个名号念得多啊，念得多未必是功夫深。什么才是功夫深呢啊，你这个佛号与戒定慧相应，这就是功夫深啊。所以无量寿经教我们呢，要持住境界，坚守不犯
啊，不管你受的是什么戒，你就好好守你所受的戒，啊，持住净戒，要坚守不犯，啊，那么能够好好持戒，念阿弥陀佛，这功夫就会深，品位就会高，啊，所以持戒是我们念佛最好的助行啊。就像鸟的两个翼翅膀啊，如鸟两翼缺一不可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啊就说过，净土法门要正住双修啊，正行就是信愿持名，住行就是断恶修善啊，就是持戒啊。那么能如果你好好的持戒念佛，那往生是十拿九稳啊。凡是念佛不能往生的啊，李炳老讲的10000个人当中可能就只有3-5个能往生，那那些不能往生的就是因为没有持戒啊，缺乏了助行啊，这是不能往生的关键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法会啊，就是双管齐下，又重视持戒，又重视念佛啊。阿弥陀佛就是这样教我们的，要善护三业啊。释迦牟尼佛也教我们呢，就要持住净戒，坚守不犯啊。那么观无量寿经讲到观经三福皆是啊，这个往生净土的正因。那观经第二福就叫我们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呀，这就是往生的正因之一呀。所以我们好好的持戒念佛，就是随顺诸佛的教诲。然后以这个心来念佛，就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么最后跟大家呢讲一首偈子，还是夏灵居老居士的念佛偈子啊。这首偈子叫直念去，就一直念下去啊。4句，每一句都有2个弥陀啊，这个非常简单啊，我念一句，大家可以一起啊跟着念一句啊。弥陀叫我念弥陀，弥陀叫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直念去，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原来弥陀念弥陀。这4句偈啊，道出了整个净土法门的精髓啊。第一个是啊，讲弥陀叫我来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最核心的一愿第18愿就是叫我们啊。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10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就是叫你念，以什么心来念？至心信愿，有至心信愿，10念都必生，这就是偶益大师讲的，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由啊。那阿弥陀佛就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就信愿念佛。那怎么念呢？口念阿弥陀佛，耳朵听阿弥陀佛，这就是念佛的要领，很简单啊，不用搞什么复杂的念佛法。就是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念耳朵听得清清楚楚那么心里可以记述
印光大师教十念计数法，啊，十句十句的来计数，啊，可以用三三四这样的节奏，啊，就十句，啊，口念得清清楚楚，耳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计数也记得清清楚楚，啊，从一数到十，啊，再从一数到十，不用数到第十一啊，就这么念，老老实实。平平妥妥的念啊，那么一直这么念弥陀弥陀直念去啊，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说闲话，只念弥陀啊，这么一直念一直念，念到什么呢？功夫就成片了，功夫成片，晚上睡觉都念佛呀啊，你要跟同屋的人一起睡觉，同屋的人看看他晚上有没有念佛啊。我们就有一个啊，听说有一个居士啊，跟大家一起共住一个疗房，晚上睡着了他就念得很大声，啊，把人家都吵醒了啊，然后就叫他，哎，你醒醒，别念佛，我们要睡觉啊，他醒了就不念了啊，结果后来一睡着了又念了，这功夫成片啦！啊，换句话说，他念佛念得太习惯了，睡觉了不留神他就念起佛来了，啊！这样直念去，一直念，是一心不乱，就断见思烦恼。啊，断了见思烦恼，等于证得阿罗汉果了。啊，原教位就是七信位菩萨，再一直念，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正法身了，就成佛道了。念到最后，谁在念佛啊？原来弥陀念弥陀。所以这个绝不亚于禅宗明行见性的这个境界啊，啊，那佛就是你的心，你念佛就是念你的真心，啊，念念都跟真心不离，念念流入沙婆若海，就沙婆若海就是我们真心本性的大海，啊，所以现在下手术就是放下万缘。一句佛号直念去，好，那我们现在做好准备啊！大家听我再念一下这个偈子：弥陀叫我念弥陀，弥陀叫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直念去。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